就别吹了，本来就是个老病客了，你就不怕吹吐了血吗？大妈，我听着上完气儿了啊！我都快吐血了。我说大大兄弟，您那哈哈哈笑什么呢？吃膏药了吧您？我吃黑枣了。你看这字儿印的啊，一粒一粒的，像不像黑枣？我瞅着他们我就想乐。那甜枣都告诉您什么了？国军啊，咱们英勇的国军在东北又打赢了，很新鲜。他们什么时候输过？哎，明是脑浆子都让人打出来了，顺着腮帮子直滴的，滋一上报纸。嘿，赶紧这搂着眼巴子庆祝胜利，人家扎堆那儿舔豆腐脑呢。玉博啊，哎呦，搭把手来。对不住了，大妹子，翠兰姐姐，哎，我就看不明白了，您这着的是哪门子急呀？我不着急，您也甭着急，木头妹妹，我这就给您捡起来。没，我来。您那肠子掉地上了，不爱的，我们这膏药怎么办呢？瞧您这话说的，猪肠子掉在地上不爱的，我这肠子我得让它掉我自个儿肚子里不是？您甭客气，您就告诉我。这膏药沾上土磕了怎么使啊？他给谁使啊？谁腰疼给谁使啊？这不是铺腰的吗？啊，你们拿出去给人使干嘛呀你？再硌着人家，人家不给钱也就罢了，万一人家讹我们一道，我们找谁讲理去？找我呀？您让闷那孙子找我来，您让他讹我来，谁怕谁呀？想他妈变着法儿的讹我，他老喽。哼，没您那么捡便宜话的啊，谁讹谁了？爱谁谁，谁他妈讹我，我抽谁。您把那膏药递给我，我呼他病眼子，我呼死臭丫子。五龙，咱少说两句，姐您也少说两句。闭嘴、我后不许你叫这人姐。别介，管我叫妈我还不乐意呢。说两句都什么？哪个歪嘴子也不干的，这又跟树后滋一泡，哪天逮着兔崽子，我要不扇了他，我就不姓袁啊！叽叽喳喳嚷什么呀？你知道胡同口老街坊怎么跟我嚼舌头来着？不得了了，你们院那俩母鸡又那踩蛋呢，多寒碜！你们自个儿都不嫌寒碜，你们，崔老四，帮我一把啊！你们都听大哥一句，这掐架的累活都给公的留着，母的都回我好好趴着去。这么一不兄弟，那是那是。哈利路亚，阿弥陀佛。关老爷说明，二位别走，别走，二位有要紧事儿说啊。哎，立本兄弟，立本，赶紧的，把这艾蒿辫儿点着了，挂茅房去。熏不死那蚊子，把它熏傻了，让它分不清哪是砖头，哪是屁股，我看它盯谁去啊。草药茶子不着急啊，文火慢慢喂。翠兰妹子，哎，芙蓉妹子，知道今儿什么好日子吗？就冲您那一笑就没憋好气，还不赶紧放出来，没瞧见手里都端着活呢。今儿好节气啊，今儿个处暑，今儿是我袁国忠要饭的日子。我让一，我这要的可不是租钱，我这要的叫饭钱。你们这东乡西乡住着我的瓦片儿呢，不能说不闪多口饭吃啊！你们都过来瞧瞧啊，多好的茉莉花啊！有人看没人要，花箍子倒给掐没了，三瓶子酒一滴都没卖出去，咸菜出去了，来俩熟人，一人抓一大把。临了没给钱，给俩字儿，尝尝。给您俩字儿是便宜的，不是熟人，非给您俩嘴巴子踹您两脚，您不也得接着吗？是啊，我多倒霉啊，我认呢。你歇着吧，那你给我给你串个壶去，来来就，我自己来。苗子，晚闷晌咱们去不成这澡堂子了。为什么？哎，新来那掌柜的不地道，他怕主顾嫌弃病人，死活就不卖给咱那澡牌子。人家没什么错。哎，小姐们，我这儿子念书念傻了。他没傻，您傻了。我怎么傻了我？没您那么惯儿子的啊，他再有病您也是他爸爸，他就是得了神仙的病，他也不是神仙，他是您儿子。
您犯不着一天到晚的这么供着他。我不是他爸，他是我爸。您甭不爱听，让他休了学是让他养病的，没白日没黑夜的看书看书就让看书，您瞪俩大眼珠子不知道管管，这是养病的，这不上哪儿找死呢吗？你就看，我儿子喜欢看书，看书高兴，我得变法让他高兴。吃酱吃多了，我心疼他，听他半夜咔咔咳嗽，我这心都裂成八瓣了。反正搁着我，他要不听劝，我就把他那书给他扯了，把他那口琴给他撅了。完，小淼子，那几屁窝窝头都是心肠的棒子面，别真得了，你趁热尝尝。哎，谢谢大妈。哎，儿子。儿子，那什么碗跟上爸给你烧锅热水，咱自个儿存水缸里涮涮。二子，不用了。哎，他不愿意说话，您非得烦他，您这不是上赶着挨臊吗？这就是嫌弃我跟你们催租子呢，一到要房钱就不爱搭理我。您说我没跟他要，他老臊着我干什么？那您别要房钱了，您要儿子吧。你就是打着成心饿死我，你饿死我没关系，你们不能说饿死我儿子吧。哎，你们这都看着啊，刚抓的药，什么药能治痨病磕子这号病啊？死板当活板医，人家跟我要多少钱我都得递过去，要脑袋我不也得给吗？哎，我说二位能这么着，要不然你们二位就把我挖光，我身上还剩一个大子儿，我他妈里边躺着，请你们二位帮我提。不是，我说袁大哥，我们这儿刚滚了几口的药材，挺老大花销。我都跟你说不着，你家银子就不归你管。我说微微，您听好了啊，大鼠一米，盲鼠一米，这臭鼠可又一米。咱把这三缕头发拧成一根大辫子，您欠了一季的房钱，您就一块给清了吧啊！您省心，我省心，老天爷都跟着省心呢。国忠大哥，我们欠您房钱是对不住您。可是我们也掉在坑里爬不出来呀，您不是看不见吧，您有眼睛啊。是啊，我有眼睛啊，我都看见了，你们在坑里抓闹，那我都让人活埋了，反正你们什么都看不见。您别起急嘛，这不跟您商量啊。您瞧啊，您家玉璞在西豪年坐堂，这您是知道的哈。可是人家刚刚涨了堂租，这您不知道吧？屁股大点地方，您知道人要多少钱吗？您家玉璞哎，挣三碗饭就得拨给人家两碗半，这不头些日子进了一批党参，钱没少花，可是全发了霉呀。发了霉倒是发了霉，可也没瞅见耽误了卖。老杨底下晒晒，风一吹，泡泡做那大碗的。我哪儿又招着你了？我招你了？你他妈就你这样的！你等等，你往哪儿躲？裴兰队，你把房子给我掏出来，我数完了，爱多哪多哪的，着急。您给我把肠子掏干净了，再给您掏钱。甭当着废话，不爱听，掏钱。活该您儿子丧人。活该我认，掏钱。不要软的，要硬的啊！你得掏块金灯碎的吧？这手粘着呢，自个儿金灯掏。您也回屋求去吧。哈利路亚，阿弥陀佛，关老爷圣命。我说，您属王八的，咬人不带撒嘴的。你废话，我一撒嘴，他不得叼着我鼻子？上回洗猪肠子，脏水沁了他的药材破了，愣讹我半袋白面。您犯不着跟他较那个劲，人家信的是玛利亚。他信玛利亚，我信观世音，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？他几年后头有耶稣戳着，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，谁怕谁呀？嗨，你掏够了没有？不够，你们两口子一份，你闺女两口子一份了。掏着硬着了吗？去，洗洗肠子。玉璞，我说玉璞兄弟，哎，您说，哎，我说你媳妇儿这进教门有两年，到腊月整三年。都说你屋这位大格格呀爱使小性，说是随了天主了吧，这脾气不得改改？嘿，看着啊，按说不至于，谁得罪他了啊？蒋委员长欺负他了，副司令难为他了，您跟他进过教堂，您给说说他，来这瞧谁谁不顺眼。不瞒您说，我还想找人打听打听呢。头回进教堂呢，我就打呼噜，推醒了吧，接着打。我媳妇儿的眼泪还没下来呢，先把那神父给弄哭了。打那起，慕容再也不让我上教堂一步。是啊，你不去，你闺女跟着去。去两回也不去了。你闺女也打呼噜？打呼噜倒好了，人家呀，
改信马克思了。马什么呀？马克思哪儿的？一贯道。呵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知道了吧？不知道。不，你什么也没说，我什么也没听见。姓马的不认我，我也不认他，我就认识王家。赶紧的，让你媳妇拿钱啊！哎，刘门卫，你着什么急？刘门卫，他给你拿去了。谁让你让干的？是不是蹬鼻子上脸踹脑门想动我天灵盖拉屎？是不是？不是我，不是你谁？谁？我。五爷，你瞎嚷什么？我让他们罚的。不是五爷，后夹道那棵树我押给棺材铺了，您不知道吧？你说什么？哎，你这时候什么都听不见了。后夹道那棵树我早就押给棺材铺了，你不知道吧？你废话，我不知道我能急着赶着让他们下斧子吗？哎，您这话怎么说呀？您，我命里缺这口棺材啊。腊月初八，我整岁73，不背口六个面的小木头宅子，我过不了那坎儿。您听说吗？不明气，您愿意睡棺材，您上棺材铺躺着去。您糟践我树干什么呀？喂，我是房主，树砍不砍我说了算，您凭什么说砍？没错，你是房主。可这窝头会馆是民国16年你从我手里买过去的，对吧？啊，对呀。320块现打洋，是我把这小院卖给你的，对吧？对呀。可我没把树卖给你，对吧？不对了，不对了，阿贵，您好歹顶着个举人的名头，您知道前朝皇上吃了韭菜嘴里什么味儿？他告诉他在跟前闻过，您可别恶心我您。哦，我花钱买了个院。院子里树它能不是我的？院子里东西能不是我的？我也是院子里东西，我是你的。说，我古月宗这老东西是你的还是我自个儿的？您当然是您自个儿的，这不解。哎哎，老爷子，您别再用那铁签子扎那墙皮了，您把那墙皮都扎松了，回头砖头掉下来砸您后脚跟。这院子是他的，蛐蛐也是他的啊！你们答应了，蛐蛐答应。我真讲你，我都懒得笑话、啊、你。来来来，咱俩对对房契，把你那张也拿出来，让他也凉快凉快啊！冤大头，您甭这么叫我啊，我不爱听。你不爱听，红线皇帝发丧那年这脚来给我看大门了，不好好在院子里待着，跑街上看袁世凯出大运去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一街筒子的人呢，不看那死的，都看那活的，说嘿，这么快，袁大头转世了。袁大头有没有这回事？有，我脑袋多大呀？喂。我那圆不是他那圆，我是草民，我带着草字头了。我，您甭管我是圆的头还是方的头，我就是扁的头，我他妈就是一馅饼。后夹到那棵树，它也不是您的呀，它是我的。念念房契，这上头有个树字，我立马磕死你脚底下。你念，我念不着。你不念，我念，我就喜欢这两句啊，念给你们姑父听见。您念。卖者指的是我。卖者通识老宅，身心染样，切须调养。我都差一丢丢没背过去，切须调养。自立契之日起，无偿就是不给钱啊，无偿赞助原宅一间，待另购新居之后，即行搬离，买者不得干涉之。哎，我古爷，耳朵眼，柏林打民国16年到今儿还没购得新居，我梦都想搬的，就是找不着合适的。今儿都民国37年了，您这得省多少房钱呢？是啊，每次他跟你们催租嘴，我这心里的蜜罐子算是给打翻了，齁了，我嘿，甭提有多难受。古爷。祖宗，你就不能被窝里偷着乐去？你他乐大方，挺被窝里，我出来透透气儿。您已然大方了，您快了，您行吧，甭忙活了，我白送你一口棺材，您这就坦出了挺您去，我马上给您定定的。小飞，你说的，我说的，听见没？树归他，棺材可归我。您就诚心扇我脸吧，我都认了。后夹道那棵，哥，不要软的，要硬的。您凑合着吧，您。软的就软的，您倒给我金圆券啊！您怎么这么些法？自个儿对去呀，啐口唾沫说说。这我数得过来吗？我反正我不欠您的了啊！大哥哥，我这给您请安了。哎呦呦呦呦！您老吉祥，您老吉祥。老天儿在满洲过得还舒坦呢，还凑合吧。听说让共匪给围到锦州城，出不来了。逃出来了，躲到天津卫去了。可是听说天津也快被围严实了。你想说什么吧？走哪儿就给哪儿吧，一直招人待着。哎，我说各位，是我。
行了，好歹聊点别的什么吧，你这关什么吧，牛德奔，牛急，牛德奔，我在这里没有啊，你呀、啊、你甭叫牛德奔，你改名叫牛德贵吧，你说你挺老陈州务家，那个犄角旮旯就敢往出递了，什么人呢？你说，哎呦喂，叔他，哎哥，是我这嘴巴对不住您了，可把我憋惨喽。哎，我说，你见天刨茅房，哪盛不下一股水啊？非跑这坐着棵树了你？不瞒您说，这条粪道100多个茅坑，哪个我都不能使。老丫头那给定的规矩，就是拉了裤兜子，就是拿手捧着喝进去，也不能用主顾的茅厕。嗯，你们老板主意挺地道。哎，您就损吧您。有一回爷们忘了规矩，正蹲着使劲呢，让中间一女将给撞上了，饶着赔了3月薪水，脑袋还让这拍成紫茄子了。行，你记着啊，以后自个拿手捧着你。行，我喝进去。您脸这么多擦鼻油纸干什么呀？嘿，你真是掏茅房子，你离不开这点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您呐，赶紧上果子巷排大队去吧。您知道几个对几个吗？贴着告示的，300万换一块。没您的行事了，您这要能排上，400万还能换一张。哥明儿啊，搞不齐1块钱得要您600块了。哎，那还换什么大劲呢？留着龙活使得了。哎，您听说没？哎，这国军把延庆县城丢了，说是平谷县城也丢了。您说这要一路这么丢下去，那下回就丢到德胜门城根了。西瓜都丢了，丢俩芝麻算他妈什么呀？明儿早上一睁眼，天安门楼子都是人家的。是，行了啊，以后你别饶恕弟弟那哈喇子啊！天儿这么热，红的火，哪能闻着不是味儿？行，走，瞅瞅，举着你，您老吉祥，吉祥吉祥。您说黑蛐蛐皇上黑都没呢。哎呦，我那孙子他老不上朝，我守在太和殿门口，我干着急呢。啊不，身上揣着虫子没有？哎，有仨呀。我这前头是曹锟、段祺瑞，后头是张作霖、孙传芳，仨大杂鬼一个队。我们赌哪个蛐蛐赢？我看还是曹锟埋汰。得嘞，我赌这爷们儿。我胡同口那阴凉处，我后着点投完了毛青子，你赶紧过来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伙计们，托我跟您打听个事儿。玩婊子不行，玩蛐蛐没人听，直说。那些伙计他不明白呀，说这窝头会馆为什么非叫窝头会馆，他不叫馒头会馆呀？是啊，叫包子会馆多油气啊。我掐头去尾跟你简单解说。哎，我一穷祖宗从乡下进京赶考，住这小院2月，啃了6天窝窝头，一考嘿，这不考什么？他这脑瓜子一懵啊，就把这小院给买下了，起名窝头会馆，还立了个碑。往后啊，凡不是赶考的，一个不让进；赶考的不穷，他也不让进。进来的见天啃窝窝头，只啃到了我这块，足足啃了200年啊，再他妈没一个考上了。都憋在窝头眼里，任谁都钻不出来呀。那您不是考上了吗？别这么算，我这举着那零头买来的，你不知道，圆的头没跟你说过。我跟他说过，我跟他说呀，窝头那眼是死的，钻不过去，要改胶圈会馆，你早钻过去了。回爷，回爷，门楼子上这匾真是您写的？废话，不是我写的，能是乾隆写的？哎，烙款可是乾隆。你想让康熙烙款，我也能烙。是，老丫头的来了，我得忙活去了。肖科长，您赏个大子听一段。您让我听谁呀、啊？你看我这前头是谭新梅、杨小楼，后头那俩梅兰芳、荀慧生，嘿，唱的那叫自在。我给您逗逗，让他们好好给您哼唧哼唧。我想听《杜鲁门》，您有吗？杨蛐蛐还真没逮着过。我就爱听《杜鲁门》叫唤。您什么时候逮着严一声？是是是。这会儿哪儿也别去，咱找个阴凉地好好聊聊。胡同口顺碗炸酱面，顺便给您寻摸寻摸那个《杜鲁门》。别跑，跑哪儿又把他们再逮回来？哎呦喂，什么分儿啊，这么仁义把您给兜来了。什么分儿这么大啊，都把我兜落了地儿了，怎么没把你给兜飞了呢？兜飞了又他妈给兜回来了。说句正格的，您别不爱听，就您这模范保长，光知道上虚党部开会去，活活把这吃窝头老街坊都给忘了，是不是的？是是是。我来，谢老板您坐。您坐。我让慕容给您沏壶高的来。不是敞开慕容给谢老板沏壶高的。您先来根骆驼，刚从黑市淘换来的羊骆驼。抽他一根。哎，我不是来串门子的，没那么大闲工夫。各位都听好了啊，
电灯费、渣土费、大街清扫费、大街洒水费、城防费、兵役费、水牌子费，绥靖临时捐、绥靖建设捐、护城河修缮捐、下水道清理捐、丧葬捐、植树捐、房捐、粪捐、树捐，还有一个是马干差价。对，马干差价。我说诸位，我说全乎了没有？给我长长口条，看我有落下的没有？还有落下的呢，没落下都活不下去了。再有落下的，您就甭收税了，您直接叫辆牌子车，您给我们收尸就完了。肖老板，那城防费、兵役费不是到年根底才收的吗？这叫处处，且不到日子口呢。不知道打仗呢？打仗不得花钱吗？今儿打的是东北，明儿那炮弹兴许落你家炕头上，年根底下再找你收，让我给你那碎骨头渣子收去，我还收得着吗？我不是肖老板，我压根儿就没闹明白，就您刚才说那马干差价那是怎么的物件呀？跟你这么说吧，这马干差价的意思就是啊，那马干的差事打算让你给干了。可你不是马呀，你干不了啊，你们家又没马替你当这份差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给出个价吧，马干差价。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，您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还剩半个不明白。这样的接着呢，树捐哼就一个呀，您刚才给念出俩树捐了、啊、这个是植树的捐啊，这个谁让你让我听见了呢？这树可不是随便砍的、哦、你得给民国政府补个伐树的捐。哎呦喂，你还是呦喂呦吧，咱这大民国不缺你这俩小钱儿，可谁让你是民国的一个民呢？该孝敬你就踏踏实实的孝敬，别说你牙疼，你就是肋叉疼也得把拴在骨头上那钱串子给我他妈撸下去。您能容我说句不好听的吗？你还是积德说句好听的吧。这民国呀，压根儿都不该起这么个名儿。那你打算让他叫什么呀？要叫我说，民国要不像个民国，那叫他妈官国就完了呗。您是好听的，不好听的给您加上，没好意思蹦出来。平时胆小的跟个兔爷似的，一让你掏钱你就窜，吃软饭拉硬屎，什么屁都敢放。中华官国，亏他妈你想得出来。本来就是嘛。动不动就跟我要钱，动不动就跟我要钱。肖老板，您替他们跟我要过一百回钱了吧？您替我跟他们要过一个大子没有啊？不信你就上当街，您来了奥斯汀您试试，您跟那当官的说，你说有一姓栾的跟你要两块钱，不给不行啊，不给不让俩走，你看牙串不串？牙串了，我凭什么不能串啊？栾大哥真逗了，你看多逗啊！开玩笑有两句得了啊，两句正好，可不正好吗？什么三民主义呀、啊？改了。改成三官主义，官吃官喝官拿，正可耳。袁国忠，闭上你丫的臭嘴！你还没完了你？共军离城门楼子还远着呢，你那狗鼻子闻见味儿了？你他妈烧的是不是？你想上哪儿拦不拦不去？炮儿军还半步桥，你自己挑。你他妈懒得去，我背你去。上礼拜大弥撒，您夫人怎么没去呀、啊？老毛病又犯了，喘得下不来炕。听您夫人念的说，等秋天的时候你们家小达子就能从牢里头放出来了。别说我儿子了，那些杀人放火的主都一波一波打牢里往外撒。嗯，不是什么好兆头，这时局啊有今儿没明了，到底怎么着谁说的明白。哎呦、嗯、如今这年头啊，满世界跑枪子儿，牢里头兴许要比街面上安生的多啊。你们家子平还好吗？哎，这暑假放了有些日子了，这胡同里怎么见不着他人影啊？北边打仗，他吉林的几个女同学回不了家，跟学校里陪人解闷呢。一顶一的丫头片子呀，我们家那癞蛤蟆这辈子甭想。瞧您说的，谁还不是认命呢？往后啊，我们就得自个儿顾自个儿，能凑合着活下去就是万幸啊。您先坐着啊。别慎着了，按老规矩来吧，省得一孤家一孤家算起来麻烦。耳朵长毛了没听见啊？你们真觉着委屈吗？你卖膏药，你卖炒肝，
你卖四九卖咸菜，你们他妈逮着什么卖什么？这民国政府跟你们收过一厘钱的税吗？没我在前面挡着，你们能这么轻生？不，这给您挥霍哪里？您先点根骆驼，您先让我给您点根骆驼，拿正经的来。那您先喝什么？你他妈倒脚稳当点，把腰杆挺直了。你们瞧这土鳖这两步走，跟娘们似的，还是他妈瘸娘们？我他妈揍他！老丫头的。按规矩传给您了，就牙签这么小不点的买卖，往后全指着您照应了。等我们混成了大棒槌，可得好好孝敬孝敬您。你别拿那棒槌拍我脑瓜子，行了。这给您。小斗子呢？后面伐树呢。小子先过来。完了日的呀！哎哎。老大，副长，副长，啊，赶紧给小英过来，啊，赶紧给边关他。那我这树长稳定的跟铁疙瘩似的，我瞧你就跟他妈铁疙瘩似的。肖老板，您找我呀？家里有镐的吗？没有。有铁锨吗？有。没有。有。给那铁锨安个结实点的木头把子，扛着他这里跟我走。干嘛去啊？上坟地给你挖坑去。不是，您要带我女婿上哪儿去？这陈子，你们谁上永定门外溜达过呀？那些个飞机呀，就别提多闹腾了。胖的瘦的，在脑瓜顶的是嗡嗡嗡嗡嗡嗡，跟闹蝗虫似的，死活落不下来。跟日本人学，反共防共，给咱们市民撒传单。哟，那八成是南苑机场出事了吧？啊，我不就是吗？共军的炮弹砸在机轱辘道上了。那些翅膀短点的还能凑合着贴着边往下出溜，剩下的可就惨喽。蒋委员长大老远从南京飞过来，翅膀长忒长了，死活捞不下来，怎么飞过来又怎么飞回去了。你们说他闹心不闹心？不是，我不明白，那您让小斗拿着铁锨干嘛去？他就是扛着斧子过去，那蒋委员长的飞机该捞不下来，他不还捞不下来吗？是啊，要不然咱都扛着斧子过去，嫌翅膀忒长了给砍短点。我估计能下来人也不下来了。开玩笑，有半句得了啊，半句正好。小斗子，你过来。嗯。你听好了，出胡同奔菜市口，往北到西单牌楼，末头你往东，一直扎着，什么时候撞着东单牌了，你什么时候停下来。那儿有人管你三顿饭，天黑了帐篷里有你的草铺，天亮了拿铁锨或三副土砸砸夯，只你待够二天，我保你踏踏实实的顺原道回来。我还你们姑母俩一个全须全脸的养老女婿，这么着行了不？炮局打北边搬南边。我们小斗子犯什么罪了？您让他干这等着老李的差事？好差事，修飞机场，见天离不开白米饭、白面包、羊肉餐丸子、旧美国虾米罐头。小飞，享福的吧，赶紧回屋跟媳妇儿吃个嘴儿，嘬口奶豆子，这就跟我走。肖科长，麻烦您能把我们当个屁给我们放了吗？我闺女怀孕五个多月了，小斗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不是去半步桥啊，真牵不下他活谁干呢？那要去家家得有人去，凭什么拆我一家的房柱子？只要是能保卫咱这民国，谁去不是去啊？拆了柱子保国家，房子塌了就塌了，值啊！走开！你个小妈妈，唬我跟唬孙子似的，你们他妈缺德不缺德呀？小董飞，老木匠死那年，你小在哪儿干活来着？在白纸房给一阔主修亭子来着。那年我带人去征兵，征在你头上，你当着大伙干什么来着？抽两脚风。他想抽，那我没辙。打光棍你抽风，娶了媳妇还抽风。结婚入洞房，他炕媳妇，你是不是也干这个来的？你他妈就不能换个花样？我师傅他没教我别的。
奉军招兵他抽风，直军招兵他还抽风，皖军招到他头上了他接茬抽，他要不抽风怎么就成了我师傅呢？不抽风他也当不成木匠不是？行，你小子还真他妈有的说，得了，接茬砍你的树去。哎，肖伯长，您是他亲爷爷，是我亲叔，您让我给您磕一个。别的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一天六毛钱，二天是多少钱啊？你们姑母俩钻被窝里好好捏捏手指头啊！今儿我不跟你们要，要你们也没有。等你们拿炒肝或者正经玩意儿，别等我催，麻溜包好了给我送过去啊！不是，您要饶命就饶到底，您饶半条命，让我们怎么喘气儿啊？你们怕死不想去，我不得花钱雇人替你们死去啊！得嘞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该干嘛干嘛啊！杨国忠，哎，这一地烂纸片子是他妈你的吧？我不动，我这就过去抽你啊！我动，你敢动的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儿子那病到底遭到什么份上了？嗯，您说什么？你儿子袁江淼那病啊？横不至于说死就死啊！哦，那什么，听协和杨大夫的口气啊，说是还有两年的命，可上个月呢，碰一蒙古大夫，硬跟我说活不过一年去了。我又上中央公园找俩半仙打了好几卦，都说过了阴历年就得办丧事。您说我不敢当真，可也不敢不当真呢，肖老板，我姓袁的都这德行了，您不心疼我，谁心疼我？我要是按照户口底子抽你们家男丁去修飞机场。你不也得花钱找人代工吗？哎，我要是不心疼你，你能活得这么轻松？国忠，哎，跟我说实话，你是跟我玩幺蛾子呀，还是真成了光屁溜子了？肖老板，我要蒙您，我真不是人造的。但凡有点遮盖，我儿子能住不起医院吗？就为抓两副好药，我把家里能卖的都卖干净了，我真没钱交政府的差事了。这除了地上这个，哎，不信您伸手抄起来摸。您都薅不着正经东西，我跟你说。那你打算拿什么东西给你儿子办喜事儿啊？什么喜事儿？别跟我装傻！你想给你儿子冲喜，你托人找了好几家人家了。小点声，肖老板，没跟孩子说呢。你连话都不敢跟他透，你给他冲的哪门子喜啊？您说不冲喜怎么办？您要说卖脑袋能救他的命，我立马把脖子顶这玩意儿，我切下来给您扔这儿，行吗？你这胡同人家姓刘的，怕招病，没答应你。那是五眉相中，那丫头俩大眼珠子不怎么动弹，瞅着瘆得慌。我是想顺便给你搭咕个人儿。谁呀、啊？高台阶老萧家的黄花大闺女萧鹏之。怎么着？看不起我？没八条粪道，六眼甜水井，四个铺面，俩院子。你看我们家哪点委屈你了？你说哪儿去了？我老萧家做事还从来不耍单，养活孩子都是一龙一凤。你看这俩福袋，给你那痨病儿子当个小舅子，当个冲喜的小媳妇儿，够得上资格不呀？肖老板嘞，您是太，是鸡蛋黄，这一天上一地下挨不上。你儿子有病，我闺女也有病，俩病合一病。有病是都有病，可您闺女那病，他是个疯子呀！他得嘞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看着办。我给你，我再给你撂句沉的。自打你惦记着给你儿子冲喜，你是饶是这学问人家，独独绕开我们家高台阶，你不拿眼皮子夹我，袁国忠，哎，我就一句话。你他妈得罪我了，回见吧你。哎，肖老板，您留步，您留步。您看我欠您这捐，我替你包圆了。我怎么又听不明白了？谁让我心疼你呢？我垫足了替你交上去了。您算我下了一笔印子钱啊，六分的利，十天一结。我不见你，有人替我来拿。不是，肖老板，这印子钱。本来朝那边闯去的，中间你们那麻花到这边来了。大什么呢？我没拉住。砸了我房，得赔，得赔。
赔我，你们赔你大萝卜，那房款好好的呢吗？对吧？瞅着好像是砸了东院这大北房子。你们把黄局长他们家房砸了，还不如砸我房子，还不如砸我脑袋呢。小董累，我拿菜刀劈了你吧。你们就是来给我找事儿。得，我这保长这回又有事由了。袁国忠，人让你赔多少，我们都别上轿去，也别扎筒子和这滋泥去，我替你帮圆了。什么味儿啊？啊！药药挖多了，你个棒槌！没惊着我这蛐蛐可惊着了，小斗子，我这蛐蛐不会叫唤了，你得陪我会叫唤呢。我会叫唤，您叫吗？秀云回头把孩子生下来，咱们全院见天都能听到叫唤。小淼子，咱这茅房不是俩茅坑吗？老头右手那茅坑单归你使，这坛园里头有写没写的年坛，你都奔那坑倒，就别往别的地儿倒了。我知道，我爸都跟我说了，您放心吧。哎，去吧，孩子，那四角刚撒的白灰，里头干净了呢。哎，那我去了就说。哎，脸色不大对劲，快跟我的棺材一样白净了。要说真是一好孩子呀，怪可惜了的。你要瞧着心疼，倒是给开个机灵点的药方子。我那点能耐都在推拿和正骨上呢，那针灸也还凑合，可扎针管什么用？该活的活不下去，该死的又死不了。都是天底下谁都镇不住谁。要是从天上能掉下个皇上下来，哪怕一个胳膊根粗的能从地底下冒出来。哎，您别提皇上啊，一提皇上您嘴里又没人话了。您要非想说，您上棺材里头唠叨去，您上那里头嘟囔去。谢谢。五爷，哎，我有个事儿一直没弄明白。二叔，那年您是哪个坎过不去了？好端端一小院，您说卖就给卖。这小院坏了风水了，我不撒手不成了。怎么呢？哎，流年不利啊，是不是让我碰俩傻瓜？谁俩？头一个傻瓜，教书先生，祖家的是江南的阔主，家里有花不完的银子，想不尽的青竹，可他不好好教书做学问，见天在广安货场乱窜，跟那扛担个的混一块儿，他窜的人罢工呢，知道吧？这还不好，就这屋交了半年房钱，住了仨月不到，让人薅出去把脑瓜子给崩了，整个一傻子。那个呢？那个张作霖手底250，三二郎当岁一狗屁团长，哎，整天亮一大猪条，也站在房顶上吹口哨放鸽子。他住那院，他搁他老婆楼顶上了，哎，轰不下来一穿火，你猜他怎么着？一手一盒子炮，哎，当当当当，不把那子弹打光了，他是不算完。哎，他这一犯傻，我受得了吗？哥，你说你是要命还是要这房子？是，哥是我，我也得卖。可是您说袁叔一看到门的，一眨眼儿掏出这么一大堆欠条来。小斗子，哎，好好干你活，别人家事儿少打。哎，是有些事儿说不清楚，听清楚了麻烦；说清楚了没听清楚，他也麻烦吧？是。小子，来过来，大妈给你念叨念叨来。哎，大妈您说。你爸爸见天在外头倒腾小买卖，想让你呀在我们家搭伙，往后你想吃什么就跟大妈说，大妈变着花样的给你做。谢谢大妈。哎，我这病传染还是自己吃吧。不爱大回碗筷，勤拿开水烫着点儿。淼子，来过来，大妈没说完呢，你在这儿。大妈是瞧着你长大的，你爸爸一人把你拉扯大了不容易，你妈妈自打你一生下来就死乡下了，我都知道。你呢，打小又得了这童子痨，多少街坊劝你爸爸，别治了，别治了，扔城墙根算了，治不好。你爸爸大雪天怀里抱着你，四九城转悠着找大夫，人冻得跟个冰葫芦似的，回到家气儿都顾不上喘一口，掏出橘红丸碾碎了或者蜂蜜喂你。我都知道，大妈，今天您说这些干什么？
自打你这回犯病休了学，就没给过你爸一好脸儿，有一年多了吧得。你连你屋都不让他进，你不能这么对你爸爸。你爸爸是打心眼里头疼你，连街坊都瞧出来了，你个当儿子能瞧不出来？大妈，您有别的事儿吗？冲喜的事儿，他是不该瞒着你，可他还不是为了你好吗？你这吭哧吭哧的跟他说话，他摸过头去，眼睛里直转泪花子，我瞧不下去。那事我不想再提了。大妈，您忙着吧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看书去了。看书看狠了伤身子，吹口琴也伤身子，你会没事干点别的？我还能干点什么呢？您说我还来得及干点什么呢？来，秀玲，你给我搭把手。甭怨我，光图着省钱，没想雇俩小工，您不干。我手这不是闲着呢吗？在外头雇俩半爪子，一天敢要你三斤杂货面，杂货面一块六一斤了，回家再不给你好好干活，你钱烧着你。七毫年坐堂什么都是，这回挂我手里了吧？哎呦，大姐，哎呦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疼死我算！赶紧走，行了，试试吧。哎，我说大兄弟，您这钱可真够好赚的，您。那是，这年头啊。欠账多，打人的挨打的也跟着多，那街上净是鼻青脸肿的。哎，我不愁没饭吃。就这几年的学生越来越不老实，动不动就上街游行了。那当老师的、当老妈子的也敢跟着上街叫喊，那起哄下秧子能少得了挨揍吗？您想啊，哎，他们让人逮着拉了胯、脱了臼了，能不来求我吗？是，那天底下找揍的人死不绝，我下辈子也不打算干别的路。来，兄弟，哎，回头我再给您来些高粱。麻烦您回个头吧，还行。啊，这板子拧了，非常给他弄了。弄啊！怎么不接着弄啊？人家不白弄，人家给钱了。你看，你刚才说谁找揍来着？我看你才找揍呢，你。别往我手里塞个当天请我一样。哎哎，大妹子，您这是说什么呢？花田姐姐，哎，当个孩子呢，给我们留点面子，也给自己剩块脸皮，别动不动就往男人身上蹭，谁还不知道你有多干净呢？我不干净，您多干净啊！您说您不爱您那大宅门里好好捂着，您跑我们这死胡同来受什么罪呀？您都掉茅坑里了，还那么干净呢？瞧白的您嫩的您，再怎么着，我们知道自己家门板的朝向啊。不像有些人黑更半夜的睁着眼睛往人家门框里钻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不过您，也没那么多说的，就一句，有本事出广安门回莲花池卖您的浪烫席去，别跟这儿寒碜。走手，怎么说话呢？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谁他妈能跟他想清净，谁他妈滚蛋！张玉虎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，你刚才那钱哪来的？啊，是我倒贴给你的，还是你老婆倒贴给你的？啊，你老婆头一回怎么德行来着？啊，你个卖人干的，跑到人背了府去给这大哥哥扎针灸，您扎的人大伙儿你乱搅和，拔不出来了吧您？我睁着眼睛往人家门框里钻，您怎么闭着眼睛瞅人家往自己家大门里钻？您怎么还说什么呀？还他妈有什么可说的？别吵了！别走！小老赖，
头，走吧，走吧。老街坊跟我说呀，你们院那俩母的又掐上了，合着没彩蛋，改修庙了啊，还搭着半拉洋庙。小斗子，行，过来帮我把杯件卸下来。哎，我说那边那光不出溜的位那是谁呀？不知道，谁招你了？您甭管，一院供俩神仙，没供起你来，不高兴了。把您供起来算了。您女婿怎么了？嫌我没给他供小光。您今儿货出的不错吧？您头昏不着正经票子，得换点东西吧。哟，咸菜都卖了，酒也没少卖。家家都吃不起油炒菜了，下饭可不就得就咸菜吗？啃了咸菜就生气，得嘞，接茬灌我的酒。花儿也出过了，喝高了，您琢磨呀，花盆里插根筷子，他都往家跑。您呐，脸都绿了，还逗贫呢？一天没吃东西，光喝酒了吧您？你怎么又跟人干什么呀？想他妈挨门框上歇一排骨架子方我，门都没有。您进屋点瞧瞧，哎，全露着呢吧？这个，他那可都是骨头棱子，我们这光肚子就顶他浑身的肉了。那要单论肥瘦的话，您这也亏肥了点。我还高兴呢。您瞧瞧他请那位愁眉苦脸多好。多自在，往后他不干别的，他就高高的坐在这儿，没白日没黑夜的替我笑话他们。您可真累啊，凤凤。您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，我说他笑话我呢。您瞅那眼神，笑话我。喝高了吧您？笑得我直瘆得慌。砂锅呢？水缸后边。水来啊！你猜他笑什么呢？不知道。这弥勒佛啊，他妈跟我一样，瞅谁倒霉吧，想不高兴都不成。他想憋着不乐吧，把肚子都憋成那样了，最后还是没憋住。憋不住，您把裤腰带解开，把它放好。就是，快，干嘛呢？您圆的，快去憋着，憋着，这么小点。全是我妈，我吃饭不用您上手切菜。他那哪是切菜呀？他拿刀拉自个儿手指头呢，然后往那药锅里头滴的血。不是袁大哥，您心里要有什么不痛快、啊，您就说出来。我没什么不痛快、啊，我痛快着呢。我呀，刚学问了一治痨病的药方子，人家说呀，得往这药锅里滴的几滴的血。全说了，我没能耐啊，我救不了我儿子命啊，我他妈有骨头有肉，我有血，我不信我救不了我儿子命。血到不了那一口呢，你干嘛呀？你这事别张张了，一会儿让我儿子听见，再把药给我泼了。这大你也不至于拉自个儿的肉，你弄一小鸡子，你拉他脖子不就完了？不是别，一家人才管用，直系的最好。这血呀、啊，他分。去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一会儿叫你们再围过来，散了，散了。大胆不听我的话，失手加压瓶，你就尝尝。小子，爸爸隔了二两里脊，弄了点芹菜杆儿，晚上爸爸给你炒肉丝儿啊，儿子。儿子，我又上澡堂子求了人家一趟，哎，这回掌柜的算是应下了，他还是怕那主顾嫌弃病人，他不让咱洗那大池子，他答应咱洗那单间的搪瓷盆儿。贵就贵点吧，他说那搪瓷盆啊，给牛皮癣的使过。我爱的儿子，爸爸捡了把韭菜叶，
回头咱拿那韭菜水啊，把那椅子跟那盆提前涮涮。二位，听见没有啊？儿子，你要不愿意让我跟你去，我给你雇个搓澡的，爸爸在门口遛弯等着你。二位，关老爷圣命，那二位都出来了。您也出来凉快凉快吧啊！各位，今儿好日子啊！今儿个呀，霜降。今儿是我啊，今儿个是窝头会馆的主子要饭的日子头哎，大伙儿都出来出来围着他，给他施舍，他断不敢拿菜刀打你们。五爷，我求您个事儿。您站我跟前来成吗？我要不打算过去的。您还是过来吧，您让我掐死您得了。都不容易，就那么点房租，上个月能买半袋洋面，现在能买一小撮，够包俩饺子的，我都赶不及给你们大伙儿涨房去。看着给不？你最好能给我粮食，杂合面也行，黑豆面也行。您说您实在没得给，您往我脸上啐口唾沫也行，我拿它当块干粮我咽下去，反正我是没法轰你们走。拿不出手，您就自当是替这儿子可怜可怜这当爹的吧。妈，树砸了房子硬让我赔了二十。所以你原说钻死胡同欠了人印子钱，咱欠谁的也不能欠他呢。就这么欠啊，要不要？不够的就自当是你们在我们家搭伙那煤钱和功夫钱顶了。行，合适，我合适。任大哥，我跟您说几句要紧的吧。他是这么回事，我跟我们家那口子合计了，你这个月我们啊什么都不打算给您了，您爱信不信，你们家那家底儿啊赔了多一半出去。您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实话告诉您吧，我在七毫年坐堂啊，我们家慕容在外边他也没闲着呀。兄弟，嗯，慕容妹子跟外头干了那个了。哪个呀？就是那个呀。阿蛮子啊，不是，和你扯哪儿去了？他不是上过两天洋人的护士学校吗？丑脖冷子也给人接个胎舞的，这不是这半年实在缺钱，缺的心慌了，他一咬牙又干了几回。最后这一回他给人家大肚子给弄拧巴了。你说这上礼拜六他把你们家能使的碗全拽地上了，就是为这个何止啊，人还拿着碎碗碴子切胳膊腕子来着呢，比您这邪乎。反正你们两口子是真打算什么都不给我了。嗯，真的。那您总得让我舒坦舒坦吧，您给我俩嘴巴行吗？我给您两天胳膊行吗？行，怎么都行。是吧，这哟哟，
怎么了，里边这是强尼不辣的这是啊？怎么了这是？哪儿去哪儿去？里边还站着？哟，问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跟谁打起来了？是吧？啊！你告诉我，我把脑瓜子出来了。谁呀？您告我？您告我，咱这有谱吗？您告我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一大帮吃屎蹶子的，让人打傻了。你他妈才傻呢！一伤兵吃完炒肝不给钱，他非说吃着猪粪了。那你就别跟人要钱了。是啊，我没要钱啊。我说对不住您，肠子没洗干净，您甭打我，您走吧。他他妈待会儿又回来了，招了一群的伤兵，就着那窝窝头把我那炒肝全给舔干净了。你一生气就骂上来着？不能啊，大哥一直是哑巴呀。我说你们喜欢这味儿，你们就吃，不要钱。正这功夫，借饼一卖大棒骨汤的，拿他那骨头喂他那小狗。那小狗还不吃，他就问我，这小畜生他喜欢吃什么呀？我还没敢说喜欢吃炒肝呢，我说不行，您熬点猪粪喂他试试。您听听，平时三脚踹不出个屁来，这今儿不是找打呢吗？这我什么都没说呀，行了，就那么顺嘴嘚瑟了一句。你还敢怎么嘚瑟呀？您就这一句，两条腿就这四条腿了，您这个。你们他妈有种打死我呀！我跟你没完了。您心疼我这衰包了？我不心疼你那衰包，我心疼咱这民国。怎么了？民国多少年了，两条腿的国民不知道怎么拉撒。妈呀，趁早别管我拉撒，我这肚子饿得慌，您赶紧让那民国给我弄点吃的吧。哎，你听说没，长春让人拿下来了，徐州也干上了，这芝麻撒了一地还没捡起来呢，这大西瓜眼看也裂成八瓣了。西瓜裂没裂我是不知道，我就知道黄局长他们家山墙上树给砸裂了，我借的印子钱刚给他砌好了，一场秋雨下来又他妈裂了。我先不想干别的，我就想骂人，我想站当街，我跳着脚的我骂人。我您呐，也就是敢骂骂我们这号的，您还敢骂谁呀？啊，你给我念念数，那不对，念。我不识字，您知道啊？写什么这个？想恶心恶心你大爷来着？我没大爷，我们家六代单传。我就想掐死俩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古爷。您老吉祥，吉祥！您这个曹坤可把我们哥几个坑惨喽！您要我那群体皇上到底逮着没呢？逮着了，逮着了！来，让你搂搂！来来来，我让你搂搂！搂什么叫皇上？爷，您逮个傻大个儿当皇上去？他他妈逮点油葫芦的！可是吧，还有是个母的，都挂零了。你看，这听不懂了你们啊！别再走，我撂一棍儿让你们俩猜了。老娘们儿赚了，老爷们儿打一人，那还用猜？东屋大格子，大格子老爷的二奶奶的三舅，谁呀、啊？慈禧呀、啊！哎，这话怎么讲啊？慈不是母的吧？啊、喜不是涮吗？老娘们儿涮了满朝文武的老爷们儿，慈禧，慈禧，让一慈的把大清国生生的给洗皱，把它涮稀的了。俺们逮一公的立马给他换了。您行吧，您民国也让人涮稀他了，涮他都是老爷们儿。母的折腾够了就不行，公的往回找不着吗？找不得也忒大了，他这个。哟，刘队得紧着走了，再磨蹭安定门城门就关了。是喽，到不了饭厂麻溜回来啊，后院棚子忍就得了。不去，您那狗太凶，我怕它咬了我。嘿，瞧没有？天还没塌呢，一个个后脖梗就支棱起来了。我都没见过您跟手底下立边说话这么客气过，您后边那头发丝也支棱着呢吧？我说，你这胡学吧什么呢？您没带个巡警捂的把我铐走啊？我至于的吗？不就几个印子钱吗？这回皇上等下回。
咱俩谁跟谁呀、啊？还能没个商量？得嘞，问点正经的。拿疯子冲喜的事儿，您可千万别再提了。我儿子恨不能吃了我。我来还就是为冲喜的事儿来的，不过不是给你儿子，是给一大户人家。您惦记拿谁给人冲喜啊？拿你啊。哟，哥们儿，你们都这么瞅着我呀，怪吓人的。今儿不跟你们要钱，你们都乐得自在点儿。你们自己可上大街上看看去啊！啊，西单牌楼到西四牌楼，再到沙滩，那游行的人啊，挤得满街桶都是，跟犟子似的，嗡嗡嗡嗡嗡嗡，扯着脖子叫唤，就六个字儿。反对苛捐杂税，他们由他们的钱，我们不去汪汪，我们是顺民。你去不去没人拦着啊？你们上税的日子往后推了。哟，推到几儿了？啊，他们闹得完再说。那他们要是老闹腾不完呢？那么大个个太阳，愣想打西边冒出来，一时半会儿又没人得住他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都听好了啊，娘们们都回屋里，该干嘛干嘛。剩下的我叫的谁，谁站到我跟前来。梁国忠，嗯，我啊，别愣着了，赶紧站过来。王立本，周一博，还有我，公安部长。是，行了，有你们几个脑瓜子，行了，多了倒显得不真着了。慢着慢着，还有我呢。没您的事儿，您一下再说。怎么着，肖老板，拉出去枪毙？枪毙多可惜了的呀，枪子那么金贵。一人发你一张薄纸片子，坐下来，把它给我填满了字儿啊！玉鹏啊，你有学问，你替他们把这表格都填上。这什么表格？这是免你的捐。哎呦，免捐这是好事儿、哎！哎，我这有钢笔，我帮你们填。我这是派克笔，好使着呢。哎，肖保长，这怎么回事儿？这个，这不是免捐的买卖呀？那格子里写的什么呀？这是入党表格。入谁？入国民党。肖老板，这怎么当的事儿？这个，咱啊，谁也别藏着掖着啊！除了那屁股朝天、有眼无珠的，谁都看得出来。这民国他那么好，要玩完，得上了，死马当活马治。抓把活绳当药引子，弄不好的一翻身就坐起来了，不是？不是我难为你们，是区党部这帮孙子的主意。他这是让这帮人给燕七的主子当丫鬟去。他们要觉着自己亏得慌，就当自己是后宫的一妃子不得了吗？皇上要驾崩了，把你们几个的臭脚丫子扯到嘎子窝里，让他凉快凉快，没你们什么亏吃吧？我爸爸都没让我给他陪葬去，我陪他们家弟弟玩的。肖老板，您赶紧拿您这表这沓子纸钱，您上别人那烧去得了。您梁国忠，你是揣着一肚子明白跟我装糊涂，你装傻装自个儿都回不去了。你不填没关系，我找人替你填，反正我得往上交差，我不能难为我自个儿。德头飞，你别又抽风，你别又躺地上吓唬我。我没抽风，我师傅抽风，镰刀锤子党让他入他抽，青天白日党让他入他还是抽，什么绿豆党让他入他接茬抽。我干我的活儿去了，你们爱抽什么填什么，反正我什么也不管。哎，不是那你，哎，玉鹏，替他们都填。这，我说袁大哥，要真能撵咱们的捐，填就填吧，不就一张纸吗？慕容，我可填了啊。我说肖保长，那信仰这一栏您看我填悬壶济世合适吗？三民主义几个字你不会写你啊？你填起死回生啊？你不是你高有家胸口能起死回生吗？你给他抹上醋挂上房药，啪你也活着。哎，子平，今儿你怎么想起回来了？去琉璃厂买点文具，顺道回来一趟。啊，慕容，咱闺女回来了。子平，你可别跟人游行去，那酒后院小霍爷他们哥俩上街看热闹，让警备司令部的滋水枪把眼珠子给滋了，到今儿还瞧不清楚人影呢。哎呀，我不去游行啊。哎，妈，闺女，喝点水我晾着，我待会儿喝啊。嗯嗯。江淼哥，你看这书我都给你借来了。怎么着？妈跟你说过多少回呀、啊？你现在不是小丫头了，是大姑娘了哈，说话办事都得稳当点儿，以后有事
事儿啊，就跟底下说，别凑人跟前儿去。啊嗨，我给肩膀都带书了，回回都被人带书，你是谁给我的碎催呀？妈，东西搁那儿，人家不是故意自己下来拿。不是，我就是几粒唾沫星子就能让你染上毛病，你非往人跟前儿凑，不是自找是什么呀？咱不是瞧不上人啊，你张淼哥哥和你袁大白他们都懂这个人儿。子平，张淼哥。你把书包搁在楼梯上，然后你下去。下去吧。江宝哥，你脸色不好，你太累了，你不能再这样看书了。没事儿，看书累不着我。你先下去，等我把上回借的书搁下，你再上来拿。听话，别惹你爸妈生气啊。我明白。我的读书笔记大家都看了吗？大家全看了，都觉得好极了，文笔非常精彩，大家都很佩服你。替我给大家带好，我不会耽误时光的，我一定要抓紧一切时间好好看书。小表哥，你得注意身体，看书看累了一定得好好休息。哎，你等等，这是学生自治联合会为你捐的款，给你治病用的。你别上来。子平，我说过我不需要任何捐款，你拿过去。这些都是同学的心意，大家凑这些钱就是想帮帮你。我很好，真的很好。那么多同学还欠着伙食费，稀粥都喝不饱，我怎么能要他们的钱呢？你还回去，或者给那些更需要的人，代我谢谢大家。可是，江老哥，袁拜拜。哎，子平姑娘。袁拜拜。江淼哥不收，您替他收下吧。哎，那怎么好意思？真怕烫了手。您就收下吧，您家里现在有大亏空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菩萨们，谢谢好人们、啊。放下。爸，你把钱还给人家。儿子，你把钱还给周子平。儿子，您不还钱，我就不是您儿子。江淼大妈，您别管，这是我们父子俩的事。这是好心人捐给咱们的。那是捐给我的，不是捐给您的，您不能说拿就拿。那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我求求您了，把钱还给人家。您攥着人家的钱干嘛？那是人家的钱。我攥着点怎么了？我怕沾了您的手就不干净了。小婊子，不许你这么跟你爸爸说话。我还能怎么说话？爸，你告诉我，民国十六年租房子住在这儿的那位教书先生，他是什么人？韩先生是赤胆了。韩先生是怎么被抓走的？那有人抓他，他就被抓走了呗，还把我给连累进去了。其实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就帮他给邮局送过两封信。这郑以文玉母和肖老板母也都知道。平平安安的回来了，可人家被枪毙了。人家毙的就是赤党，人家毙我干什么呀？人家那笔钱是哪儿来的？您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不肯说？儿子，甭听人家乱嚼舌头，诈穷诈富都少不了让人家说闲话。穷了笑话你活该，富了咒你遭报应。你爸爸里外是清白的，我没干过对不住人的事儿。可是您后来买了这个宅子，袁大头，您还想说什么？你当大伙面你说清楚啊！你买房的320块现大洋哪儿来的啊？是人家赏的，还是你从地底下挖出来的？闭上你那豁牙床子！那钱是我自个儿挣来的。扯！你的生活背了半年酒糟，在六必居洗了2年萝卜啊！进小院的时候，你整个一穷光蛋。那钱要赏的，算你有福；要是你抢的，算你个不根粗。要是你从我们家地里刨出来啊，你说清楚了。
你得一五一十的给我吐出来。从我懂事起，您嘴里就是钱钱钱，催着人家要钱，躲在屋里数钱，为了钱您跟街坊计较翻脸吵架，做梦您都惦记着钱。小鸟子，街上是个人就得揍醒，你爸爸没什么错，烂透了，里里外外都烂透了。没钱我拿什么养活你，还供你念书啊？钱的来路不正，我宁愿当初您把我扔在城墙根儿下。儿子，你要这么说话，可是想要你爸爸的命。我念您的养育之恩，愿意叫你一声爸。爸，你把钱还给人家，还给我那些同学，世上不仅您一个人等着借用，我求求您了，您还给人家吧。儿子，你别跟我抢，我真指着这钱呢，儿子。爸，我指着他拍你妈的指头收我，我指着这钱，儿子，别走，我给你。我不想治病了，我盼着我死了，我死了就不再用您的钱了，您的钱上有血，对不住。对不住您了，江淼哥。对不住您了，儿子。江淼哥，没事，家带着去。我溜达溜达就走。子平，还认识我吗？子平，你站着。自打我从监狱出来，你干嘛老躲着我呀？我上学校打听你去吧，都说你不在，堵在胡同口等你呢，你老也不回来。你说我又不是社会局的探子，我就是军需仓库一看家的耗子，一芝麻粒儿大的贪污犯。不是，你说你老怕我干嘛呀你？我们家子平啊，他学校里功课忒忙了。忙？忙上上街游行的吧？等等，跟老街坊说啊，别的没轻没重的。我知道，您那是大事，您吃您的。周婶儿，咱做人可不能太势利眼了吧？我没进去那会儿，您三天两头的上我们家套近乎，您图什么呀？您横着一嘴的蜜夸我，那些个话我可都记着呢。我跟你母亲是教友，夸你两句是客套，没别的意思。您没有，我有。实话告诉您，在牢里头谁我都不想，我就惦记一个人。要是没他这张脸蛋在这儿陪着我，我早他妈死牢里了。我爸，我那宝贝姐姐又发疯了啊！抱着您那青花瓶子，使劲往墙上拽呢。你说什么？您别着急，我替您抢下来藏好了，接着吃啊。爸，咱这老街坊们一个个愁眉苦脸的，这是要给谁出殡呢？对，往这儿瞅，这儿有乐的。五爷，您这老官娘子还活着呢？你那小子。你过来过来，我让你看一下什么叫皇上。你甭介，你都吓着我。过来过来，袁叔，您这脑瓜子比我进去那会儿可小一圈了啊。这怎么了？
眼珠子怎么红了？他觉得自个儿倍儿冤的。冤？嘿，您有我冤吗？哎，都是倒卖美军的剩余物资，那仓库主任把吉普车和炮弹都给卖了，什么事儿没有，我就卖了20几个轮胎，嘿，临了全算我头上了，生生把我给送进去了。袁叔，您说儿子刚才干嘛来着？拿的，是给了我一家伙吗？孩子是病拿的，您甭跟他计较。钱还热乎呢，真让我心疼。您说我寒碜不寒碜？我儿子打我，我没觉着怎么着，可我就是心疼。喂，我脸皮厚，打我就打我了，可我就是心疼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下回傅作义来，共军打的空炮，这是国军的炮，你来撞哪儿了？谁的炮都是炮，掉在谁怀里谁都得抱着。往这儿掉，往我怀里掉，往黄局长他们家山墙上砸一颗，砸烂了他，谁爱赔谁赔，省他妈我赔了。你积点德吧，一会儿炮弹真掉下来，我就怕它不掉下来，往我脑袋上掉，往窝头会馆端天去，谁爱要谁要，老子不要了，老子噎着了，你来个脆本的吧你。袁大哥，信仰这一栏我给您填什么合适啊？钱。您说什么？问我儿子去。崔兰子，哎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我说给这棺材盖安把锁啊，省您没事老进去吃去，没工夫陪着您玩这个。甭安锁，安俩合计，安哪儿啊？俩合计，您在里边憋着给吓着。是啊，我躺里头，我这琢磨着，万一我在地底下我就醒过来了，阎王爷顾不上我，我还得出来呀。不是您啊，整俩门板把自个儿一夹，填巴了多省事儿啊，想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出来，横着打滚儿。这比的那阵儿，我开一门，哎，这门不能朝外，土挡着，你得往朝里去。哎，你说我这大半堆儿，怎么不打招呼出来了？快快快，谁呀？我。我，哎呀，您这干嘛呢？这是、哎、袁大头想喂我，我拿后脊梁靠你们家灶台上热乎热乎。您没用管，太阳黄强，生不起炉子的。我不让您生，我们家没嘛。使着呢，我儿子暖暖和和使着你们家没呢。袁大哥，您乐乐呵呵的，天塌不了，塌不了。可他妈地陷下去了，房子塌了，我跟着掉下去就爬不上来了。行了，赶紧的给自个儿乌龙把火睡觉去吧，啊，哎、快点啊！崔、哎哎、兰子，哎，想跟您托付点事儿啊。您说。哪天我要成了倒国呀，
小淼子吃得住的，您费心给担待着点。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萧阎王真要轰您走，我会招呼大伙儿给您垫房去。甭管我怎么都能对付。天这么冷啊，我儿子得有个暖暖和和待着的地儿，我付不起他的药钱，你们也付不起，不治啊也撑不了几天了。您想开点行不行？您老胡八道什么呀？这是就喜欢看个书啊，看了书就跟子平念叨书里那点事儿。嘿，对了，这书上说呀，这犯人砍了，血呀溅了一地呀，这爹妈就领着病孩子拿着窝头蘸着这血给孩子。您别钻牛犄就出不来。不是，我是说要这么着能救我儿子命，还他妈不用花钱，那还不如把我脑袋砍了算了，让我儿子蘸着我的。别喝了，干嘛呀您这？去回屋躺着去吧，躺着撒吧去，躺着喝去。哎，来去啊。哎，翠兰子，您还要说什么？我呀，嗯，你，嗯，我是说呀，咱有什么话你们再说，我姑爷瞧见咱了，我们轰了，赶紧回屋去，快去啊，快点。一晚上跑好几趟，你他妈等相好的呢你。说好了今儿晚上上他舅舅家去，到现在了还不见人影，快把他妈急死了。等闺女还用点明火，没钱交房租，有钱点洋蜡。那慕容就着点亮那念洋经呢，一边念还一边吧嗒吧嗒的掉眼泪。我问他，我说你哭什么呀？嘿，他告诉我摩西领着人出埃及了。摩西是哪位啊？他惦记领你们家大格格跟你闺女出城躲躲去。嗨，躲不远，他舅舅啊住东直门里。那不跟家门口一样吗？小达子骑着他那凤头一眨没眼的冲过去了。你说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吗？我们家子平压根就没看上他，老跟这假模假式跟我们商量怎么办喜事儿。你说吓得慌不吓得慌？不吓得慌，噎得慌。玉婆，您变着法儿不交我房租还糊弄我，以后你们糊弄糊弄人家你们试试啊。不就霸占你几块碎砖头吗？算得了什么呀？赶明人家拧胳膊追大腿霸占我们大活人，那才真叫惨呢。得，我呀陪着他妈念经去，你留神留神啊。哎，您留步留步。本大叔小弟，你活该倒霉，你把皇上得罪了。我知道皇上是谁呀，这西北风嗖嗖的，你就不该把关老爷搁外头，你逗着他了啊？你傻呢，这俩光不出溜不穿衣裳的不怕冻，关老爷穿一身盔甲他倒冻着了。就算我把他冻着了能怎么着呀？那跟皇上能有什么关系呀？那都你知道吗？这关老爷这手的刀是谁的？那手的圆炮是谁的？谁的呀？皇上的，普天下的皇上就趁这俩人如此，想给谁钱给谁钱，想给谁一刀给谁一刀。皇上不给你钱，你可千万别上来拿啊！给你钱嫌少也别上来拿，只要一伸手就他妈给你一刀，你呀就得老老实实的等着皇上赏你。我不伸手拿他那钱，我要伸手拿他那刀呢。哎，拿不着挨皇上一刀，拿着了给皇上一刀，这一刀下钱就是你的了。
皇上就这么两样好东西，那怎么都到他手里去了？我也没见他给皇上来一刀啊。要不怎么给他修这么多庙呢？哪皇上都喜欢他，他还真不把皇上这两样东西当自个儿的东西。谁跟皇上要钱，他给谁一刀；皇上让他给谁一刀，他给谁一刀。您是说皇上让他给我来了一刀？哎，要不怎么，你钱也没了，房子也没了？赶紧的把他请屋里，别动着他了。他都给我一刀了，我不动着他，我动着谁呀？我就动着他，我把他冻出脾气来，就手给您也来一刀。对，你倒血霉的日子还在后面，你好歹也是窝头会馆的皇上，可现如今你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袁大头，本太上皇好好的开导开导，夺不着刀疤，干脆认输吧。啊，我要不认呢？耍胳膊根儿，你不是人家的个儿。嗯，喂，您张嘴皇上、闭嘴皇上，您最服气的是哪位呀？一闭眼，几百个蛐蛐乱撞，说不准是。是起头那顺治吗？那净顺着人家，让人给治了，这不行。那是道光皇上，家底儿不厚，偷点得了，非道光了，这更不行。光绪，你甭跟我提他，怎么又没里子又没面子，光剩下棉絮了。您最喜欢乾隆的字是他不是啊？小达子骑那凤头车，前轱辘聋了，后轱辘不定歪在姥姥家去了。那您干脆喜欢我得了，您玩去。袁大头那孙子短命鬼，您还谁您都瞧不上，逮不着蛐蛐，玩玩油葫芦得了。嗯，也是，玩谁不是玩啊？您出来。我妈呢？被窝里呢。您摸摸她还在吗？在呢。在哪啊？在被窝里呢。在谁被窝里呢？你知道吗？在我袁叔被窝里呢。知道你还问我？是头一回了，您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妈钻谁被窝，您不知道？您都知道什么呀？我知道你老丈人我姓王。您还知道什么？我还知道我排行老末，我头里有七个兄弟。你回屋睡觉去。起来起来起来，主人，远铺给你，咱走人。那你饿什么？开车了，快清了。小斗子，你要干嘛呀？我想找一耗子洞钻进去，我清静清静。怎么了你？没事儿，我嫌我自己干啥呀？有什么话跟秀云上我西屋说说。甭介，皇上您西屋了，回北屋吧您。你这跟谁说话呢？这是？我扇我自个儿脸袜子了。我倒插门，我插茅坑里，活该我自己恶心。我眼瞎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我认倒霉，我领我媳妇儿走人，往后我这孩子生出来姓关他不姓王。你他妈敢，要图干净你自个儿滚蛋。
这是我孙子，谁跟我抢我跟谁玩命？他敢不姓王，我敢掐死他。小狗子，你眼痛也闭起来，快去呀、啊！你丈母娘让你给我关的上把锁，这把锁上你眼痛。现世报，遭报应了啦！你有什么难听的，赶紧喷出来，甭憋着。袁大哥，这回您这双黄眼砸了吧？每回催租子，您都跟他拌嘴，他喷着唾沫星子骂您多少回了呀？还哭着喊着要死要活的，末了呢，天一黑就跑进被窝里把那钱又要回去了吧？也没都要回去，这橙子还贴了点过来呢。你说您催租子就催租子吧，干嘛还故意拖啊？我们子平他爸还不信呢。哎，这回这个瞧见了吧？这个，嗯，玉虎兄弟瞒唬您呢，他什么不明白呀？他贴钱给人正骨，不让您逮着好几回吗？袁大哥，玉虎，人一娘们让你给正骨，你正人大灾上去了。大灾上有骨头吗？这说您的事，您扯我干什么呀？人家笑话你们呢。都是罪人，上不了天堂，就等着下地狱吧。您能上天堂？您赶紧上去呀！这是梯子，您不先爬上去，先拜拜去。那梯子留着您自个儿使啊，当心呐、啊，下地狱的时候别闪着腰。掌柜，外边走，咱屋里暖和。拿你这把斧子，照什么脑门子？劈，喝够了吧？里边都是难听的，你替我把他们放出来。听好了啊，你老这儿的家伙不好使。我说的不是炒勺，也不是擀面杖，这句难听的，听明白没有？给我窝去！哎，你这人就是这，寒碜事儿都办了，寒碜话都不让说了，哪儿都好，肚皮子忒软，嘴皮子忒硬，办多大暗事不道理明着，张嘴咬人。作死吧你，作死吧你叫啊！小狗子，妈，你袁叔的家伙也不好使，可是我还能凑合着使。我说的不是酱萝卜，也他妈不是酒瓶子，你还打听什么难听的？出这院我没脸见人。有脸没脸是一回事儿，街上竟是穿不起裤子的，谁顾得上看你的光皮溜子呀？陈总子，头一回进我这院子给我修楼梯，哎，后夹道抱河堆里头，你摁着秀云，你干什么来着？你胡扯什么呢？后臀尖小馒头似的，还他妈挺白，可心脸你黑不溜秋一张糙脸，你丢就丢了吧你啊！小婊子老嘀咕烂透，说咱这院里里外外都烂透，我一直拿它当句胡话了。本来就不是明白话，今天我明白他意思了。你明白个屁！你明白？你连你丈母娘什么人你都没闹明白，你还明白？乡下闹瘟疫，他们一家死了九口，他抱着八个月大的闺女要饭要不着，找了个犄角旮旯铺块烂炕席，躺上面就卖自个儿的肉，你明白吗？你老丈人把他领回来，两口子踏踏实实折腾小买卖，听见小淼子饿得嗷嗷叫啊，明知道我儿子是童子劳，把孩子搂怀里就叼他的奶头，你明白吗？我抱着我儿子挨胡同里走，任谁都躲得远远的，他也想躲，可他看着个孩子挨饿，他心里难受。我告诉你小斗子，就算我这院子烂透了，你丈母娘可没烂，她嘴皮子不饶人，她心眼敞亮，她仁义。妈，妈你别哭了。哟，袁大哥。哟，大孙呀。我呀，树根那儿呢，去吧。不用了。你小子都知道守规矩了。不瞒您说，是憋着一泡来，刚路过肖老板他们家高台阶，我自他们家大门上了。你呀可缺德，你他缺德缺我这么多年，我好不容易缺他一回，怎么的了？
黑天半夜瞎溜达什么呀你？我成文了，这北平城关得严严实实，连鸟都飞不出去了。您知道为什么停电吗？人家占领了门头沟，这盘电厂的煤供不上了。那土八路正按住副司令的脑袋喝茶谈判呢，再不投降，那茶杯就拽脸上了。你喝人剩茶根儿来着？你怎什么都知道啊？哎呦，忘了您这儿还窝着心呢，啊？您那房契还在手里呢吗？在呢，咱抢啊！来，我给你吧。您可得吃好了，千万别给那老王八蛋。这话吧，要搁昨儿，天这么阴着，我还真不敢说什么。这眼看就晴天了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您让那老王八蛋给玩了。他是猫，我是耗子，我们俩一直玩来着。他还能怎么玩啊？您旁边这大宅子，早就不是黄局长的了，您知道吗？谁的？那黄局长早就带着老婆孩子偷偷的坐飞机垫儿了，留下那么酸了吧唧的姨太太撑门面，整天哭哭啼啼，让那肖班长三下午两下午糊弄个白给的价就给拿下来了。牛威，你呀要蒙我，你就不是人。那大宅子早姓肖啊，饶饶给您放了印子钱，还唬您赔这个赔那个，他打个嗝的功夫把您这宅子也顺手拎过去了。您说他会玩不会玩？您说我该不该辞他们家大门？去了他妈大德了他！严大哥，严大哥，您别背过气去。我日他个！大爷，我里边歇会儿去吧啊！哎呦，你可回来了，赶紧跟我换衣服去。你妈已经疯了，正对着镜子薅头发呢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还有别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比咱家的事儿还要紧？刀都架脖子上了，就不知道害怕？我和你妈让那小达子吓死好几回了。妈，还知道这儿有个妈呀？学校有事儿怎么办？没事儿也得让你们折腾出事儿来。妈，赶紧回屋。哎，别别别，小哥。上来拿吧，书都看完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不晚，我也刚刚看完最后一本，快还给同学们。小淼哥，你太累了。我去歇一会儿，你跟同学们一定要保重啊。儿子，暖瓶里还有开水没有啊？有。火着乏了，记着添煤。爸爸上去给你归置归置去了啊。不必了，都挺好的。赶紧的，收拾东西，赶紧进屋去。妈，那个，干嘛去啊？你又有事儿，我得回学校去。干嘛去你？看着我！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和你爸。妈，等我办完了事儿，我一定好好陪你们啊！哎，你就这么干吗？爸，同学们都等着我呢。哎呀，你舅舅还等着你呢。说好了过去不过去，人家还不得听着咱等咱一宿啊？你把这先给小淼子哥，赶明儿再替他还。先给我拿着，你让我先去一下。哎，向伟大的新中国进军。谁的？这不是我们的。谁的？谁的？啊？谁的？我的。我的。您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就说是您的。烂纸。街上一过游行的一街都是烂纸，龙火有了引柴上茅房就不缺草纸了。您甭跟我这儿逗闷子了，您拿个龙火擦屁股，您儿子干吗？您儿子要是答应了，我们家子平还不答应呢。达子，这跟子平没关系。那您告诉我跟谁有关系？周婶啊，还是您呢？不，我这不。哎，你别害怕，我说大家伙都别害怕，这事儿
我自个儿知道就疼了。哎呀，没办法。袁江淼，袁江淼，这上边密密麻麻一大堆的梦话，都是你写的，也是你印的吧？回回上你们家来闻的都是猪肠子味儿，外加中药汤的味儿，这回可让我闻见香味儿了。那就请你多拿几张回去，好好的闻闻。哎，我多得问一句，您那新中国在哪儿呢？等天亮了，太阳出来了，人人都能看。我怎么瞧不见呀？哪儿呢？新中国？除你们家这烂墙头，我什么也没瞧见呢。你当然看不见，你是个瞎子。袁强淼，他们都说你在家等死呢，没成想不是等死，是找死。袁叔，您赶紧领我上去，让我看看您儿子这蜡纸和油滚的。他不会，他不会说啊！你眼睛旁边什么都没有，我见天给他规制，你说那些都没有？他有病，他得，他有病，我不能让他传染了你，传染了你，我对不住你爸。让他死去吧，大队，你高个手，高个手，咱就过去了啊，大队。你以为我真想上去呢？倒是想兜他老底儿，可惜没那么多闲工夫。见天就是舞会，我请子平捧擦擦去。你到底要带他干嘛去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跳舞去。我们家子平上来不去那样的地方。那他想去哪儿啊？去他那儿，跟着这痨病鬼一块做梦，一块等新中国，一块找死去。等等啊！你不觉得自己滑稽？你他妈笑话我？你说你在公司仓库里偷轮胎，我不觉得你可笑。可是你把这高跟鞋码到院里来，我觉得你简直是太可笑了。你他妈觉得可笑，你有病。哎，我们仓库主任昨天上的飞机，抱着英国造的台球杆，还拎着一网兜的台球呢。你也打算拎着你的高跟鞋上飞机吗？你给这高跟鞋买飞机票了吗？你说的是不行吗？我是什么心啊？啊嘞，你这孩子这么……你可以笑话我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笑话你，我不是人。我们都笑话那鞋呢。这鞋多逗啊！你看这鞋多逗啊！还。还没歇着呢，您呢，撑得消化神来了。何仲，您说，你说往年到了大雪这节气，怎么都见点雪花的，今儿潮乎乎的窝了一天了，怎么一粒雪粒都没见着呢？是啊，你说丫憋什么坏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他憋得难受啊。何仲，天一亮，把你这院的房契送高台阶里。我起早等着你，您别介，还是您自个儿过来拿得了。您说万一天亮前我他妈死屋里了，高了，你喝高了。我知道你心疼这些烂瓦片子，我今儿不打算惹你。别这给我丢人现眼了，收拾箱子跟我回家去。我不回去了，不回去不回去，把金条给我留下。留不下了。我急等着使他们呢，干嘛使啊？买飞机票，飞机票卖到明年五月份了，你上哪买去啊？军人俱乐部的无偿里有黑市，条子使够就能买的。买张机票就是几个条子，我得买两张，我带周子平一块儿走。小兔崽子，想兜走我们家里人？行，把脑袋拧下来，压力方面你再走。昨儿看着儿子跟老子抢钱，今儿又看到儿子跟老子抢钱，明儿坐着儿子还。
还得请老子。自己跟猴似的，真想把两个都给大伙看看呀、啊！都他妈闭嘴！谁他妈都不许笑话我！大醉，你这孩子有什么话？你放下！大醉，我他妈再说一遍，你放下！你他妈放下！哎，大醉，那是你爸爸。小达子，你可千万别犯糊涂。行，金条归你，想拿走都拿走。那枪我得留着放坟地打兔子去，你把他给我搁下。我不行，我把他搁下，别的我还拿得走吗？我哎，大嘴，你输了，你那篓子真的假的？你别过来，有宝贝没有？别过来，我要假的，你趁早别糊弄我。要是真的，拿着那篓子对着你爸爸鼻子搂。你替我问问他。戒饼狼狗咬了人怎么当的事儿啊？树砸了房我赔，狗咬了人我凭什么赔啊？你那树把人狗给吓着了，人黄局长财大势大，说什么是什么，这口气你要实在咽不下去啊，你就在嘴里横着吧。你呸，我把他当颗枪子儿，我啐您脸上，那房是您的。行，这事儿有功夫细聊啊！你都出汗了，把胳膊放下歇会儿。我都心疼我这宝贝儿子了。别动，爸，爸，你让我走，你别拦着我，你。我没拦着你，我拦着那钱呢。你家的还指着那享福呢，你还惦记着享福呢？乡下地主的地都让人给分了，你还这傻不愣登的夺街坊的瓦片呢？就您那点零碎，还指不定落谁手里呢，爸。您想死我不拦着，我不想陪您一块死，你也别拦着我。不拦着你，有人拦着你，人干嘛把你牢里放出来啊？做梦去吧，他们想让我猫下来，还想让我装左倾，我他妈装得了吗？我往哪儿左去呀？我他妈当一回替罪羊我就够够的了，谁他妈愿意装谁装，老子颠了。你颠了，你爸你妈还得留下过日子呢。哟，肖老板，您也知道过日子呀，我还知道过日子呢。大贼，你爸爸要绝了我的日子，我做梦都想崩了他。今儿你替我把这损主给崩了，我把关老爷请走，我让你上水缸上蹲着去。你废他妈什么话呀你、哎、对了宝贝儿，你搂我，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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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让我踏踏实实眯一觉，我下辈子我谢谢你。你他妈活腻歪了，你腻歪透了。我也早就够够的了，我。大卫，今儿要不然你崩了我，要不然你崩了你爸爸。你他妈崩了谁我都高兴。你老爷们儿挨城里混，就稀罕两样好东西。头一个是儿子，二一个是房子。我去不了我儿子病，我白活。我守着一院房，我一片瓦我都落不下，我他妈还是白活。大贼，你崩了我，你不崩了我，你对不起我。大贼，孩子，你听爷一句话成吗？你崩他那大脑壳，你那金条也拿不走，你还是抹过身崩你们家大脑壳。你崩我干嘛？你就觉得那个花了胡椒的鞋呀、啊，台阶上还他妈说你！大子，你省着我，你先别打死我。我有一件事我没闹明白，我死不瞑目，你得让我把话说出来啊！袁大头，你买房那钱到底是哪来的？你实话告诉我呀。我挨着枪子，我躺棺材里，我不出来了。你儿子也眼巴巴的瞅着你，你倒是说话呀、啊！白住我20来年房啊，挨颗枪子，您一点都不冤。你不说我冤，你说了我就不冤了。我下过誓，打死我我都不说。打死你，你不说；打死我，你总该说了。
我说，我这就说，儿子，不是爸爸不想告诉你，多少年了，你爸爸他害怕呀，我害怕。您怕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怕。行嘞，今儿不怕，今儿我明着都告诉你们，那钱是赤胆的钱。别管我，赤胆藏着院了，赤胆悄没声告诉我弟弟了，还是赤胆让我给挖出来的，他们把赤胆给杀了，可没杀得了赤胆的钱呢，那钱让我给落下了。爸，我说出来了，怎么着吧，身边就韩星一个赤胆，我害怕他们说谁是赤胆就毙了谁，我他妈更害怕。儿子，今儿好歹城外头围着10万20万赤胆的，我怕什么呀？你爸爸我不怕了。别动，别动，那赤胆给抓走了，我他妈的把他住的屋子我翻了3个，他盖的被我弹了棉花，他种的花我一颗一颗薅出来，我拿着铁签子把白灰墙都扎成了筛子了，我连鸡屁股都扣了，也没找着半个大子，那钱塞哪儿了？老爷，您就没看看酱缸里头啊，黄酱一摞一摞都麻酱里，大葱蘸酱我就好这口味，我怎么没想着拿那铁块子往底下搅和搅和。大头，你不说我死不瞑目，你说了我更闭不上眼睛了。哎，陈姐，我让我端会儿，我他妈崩了那别来了，行了，哎呦，这有点这有点，你们都别以为我不敢开枪，我子平，子平，我就问你最后一句话，你跟不跟我弄票去？可是你别再说这种可笑的话了。子平，我求求你了，跟我弄票去吧，只要咱弄着票，咱立马就能从东单飞起来，咱一眨眼就到上海了。想飞你自己飞去，别挂在东单的大杨树上。没工夫跟你扯淡。子平，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，今儿我就磕你一句话，你是跟他走还是跟我走？小打嘴，咱别着急啊，有什么话咱慢慢说。子平，小丑，你们都别后悔，你们。你说你像不像一只耗子？掏光了家底儿，想滚蛋了，那就滚吧。你们确实是一群耗子，快收起你的破烂，赶紧的滚蛋！你抽人家干嘛？周子平，我他妈说到做到，今儿你要是不跟我走，我他妈打死他！大贼，大贼，好孩子。好孩子达贼，今儿你要非打死一人，不打死一人你过不去这道坎儿，那你务必得打死我，我不能让你打死我儿子。闪开！我儿子活下来不容易，达贼，民国16年他们抓韩先生把我一块抓了走，我媳妇挺着个大肚子逃难火车开到长辛店就他妈不走了。我媳妇儿啊，挺着个大肚子顺着铁道一路逃下去，吃不上喝不上，就那么拖着爬着一路逃回的定县，离娘家还有3里地，她实在是爬不动，大雨下得哗哗的，我媳妇儿把我儿子生在道岔上，自己没熬到家门口就死了，就我这孩子生下来就在大雨里淋着，我孩子活下来可是不容易。救命啊！达贼，达贼，人得讲良心啊，人是不是得讲个良心呢？你记得你小时候你偷我黑枣，我逮着你惦记打你2巴掌，我儿子拦着不让打，他怕你疼。我孩子仁义啊，打小就这样，
街上碰见要饭的，我心疼钱不打算施舍，生拉着我不让我走，非让我把给他买甜饽饽的钱给要饭的撂下。我孩子仁义呀，他们谁他们都比不了。里边，里边哎，你们交个住户的租子干的可叫铺面的买卖，我跟你提过一个大子儿没有啊？里边，那是我儿子不让。李红，还有你，你们他妈进来要他没底儿搁，跟后牙袋大那么大个一棚子，我跟你提过钱吗？那是我儿子不让。还有你古燕，你出来出来出来，你还真觉着我轰你走我有什么不好意思吗？我那是我儿子不让。你嫌弃我儿子在你门前咳血，搁别人能给你怎么着啊？我儿子让我打隔断安梯子，他自个儿从那边绕下来，我儿子仁义。达子，你倒想拿枪打他。爸，你不用跟他说这些，你不许言声。爸爸得趁着活着把一肚子话我说出来。儿子，你听好了，当初我上定县去抱你回来，你几个舅舅拿着镐把子要揍我呀，他们说我是赤胆，是我把你妈给害死了。我是赤胆。儿子，要不是你得了童子劳，他们可是舍不得把你扔给我。儿子，打你会走道起呀，我就领着你上铁道边去遛弯去。大一点就知道自个儿去了。你坐在铁道边那石头上吹口琴，往锦南边的远处看，你想你妈了是不是？爸，你别说了，我对不住你妈。那时候我就说，我说我得离赤胆远远的，我得让我这儿子离赤胆远远的。您说我怎么那么糊涂？我大爷，我留下了韩仙这么一口琴，我觉着它是个值钱的玩意儿，我就没舍得扔了它。怕什么就来什么，我遭了报应了吧？我儿子，我指着你呀、啊，在楼上好好养你的身子骨，我心都操碎了。你呢？你让病毁的跟一片枯树叶似的，你还熬神熬血，你给人家干这个。儿子，韩仙儿不要命，你也不要命了。你人爸，你不用担心，别难过，儿子觉得值。你值了，我不值啊。儿子，爸爸可什么都没了，爸爸也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我儿子。大贼，今儿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，我生吞了你，你信不信？你要干嘛？儿子是赤胆，我他妈就是赤胆。你他妈别说，你看看城外的拿错了，没打着。您说寸不寸？他妈就是谁他都没打着。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没事。儿子，子弹呢、啊、擦边了。
他就是谁他都没。小大子，你他妈吓疯了，你吓傻了你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爸爸有一疯丫头了，你给你爸爸换个衣。姑爷，您是不是担心我跑您头路睡那口棺材去了？老头，爸，你尿裤子了。血，袁大哥，你流血了。打着了，还是打着了。哎，我白乐呵。爸，您没事吧？爸，大头，你听听皇上叫唤，只要听着了，那就没事。你竖起你俩大耳朵。我竖着呢，听着了，不好听。大笨子，你快拿着这钱雇车送他去医院呢。您就请好吧。小淼子，你起来，让我把你爸爸袍子上这扣子解开。翠兰子，哎，不忙活了，您别说话，去管那生的去，死的不管了。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饶死我吧，饶死傻丫头，且轮不上你呢，上井后影排队去喽。小兰子，哎，好人，那神仙定亏待不了您。他也亏待不了您，袁大哥。我儿子，您捎带脚给照顾。明白。您放心，都明白。您得紧着了，小崽儿等着您呢。儿子，爸爸话没说完，枪子就撵上了。爸，您别说话，您靠着我，别说话。我对不住你，对不住韩先生。韩先生让我把钱呢送到南河沿16号，我去，我真去。南河沿16号让人家给抄了，打那儿起我见天上南河沿16号蹲着去，下大雨蹲着，下大雪我也蹲着，我不住了。大半年我一个子儿我没敢用，赶上古爷甩他的房，我脏了心烂了肠子，我把人家的钱我给使了。儿子，骂我骂得好，打我打得对，爸爸遭了报应了。立本兄弟，哎，赶紧着拿窝头蘸我的血，兄弟别磨蹭，再磨蹭血就凝泪。儿子，爸爸手不干净，血干净，吃了窝头治你的病。大头的血还挺黏糊。立本兄弟，对不住了。知道，都知道。你都知道什么？我知道这地上红不筋的是什么，那肠子里绿不筋的是什么我也知道，那眼眶里亮不筋的甭管多酸多咸，它也就是一股水儿。我要是连这个都不知道，我就是孙子，我白活。五爷，您白忙活了，那棺材亏了我了。再搭你一个葫芦罐，挑个爱叫唤的陪着你。嘿，那我可占您大便宜了。我哪是一个冤大头，你整个一冤大头。行了行了，这边投降了。行了，袁大哥，洋车给您叫来了，在胡同口等着您呢。不坐洋车，坐火车。我儿子是修铁道的，
他要去新中国，咱们一块儿去新中国。儿子，哎，给爸爸吹一个，哎，吹个吉利儿的，我断着你妈能听见，我想她喽。